小矮的出场啊，跟大家打招呼。好，第一个，嗨，跟大家弟弟妹妹还有同学打招呼。好，你们没有数一下，真的有七个，预备。猎人要当小矮人是吗？猎人，是吗？有人跳就不要跳啦，一、二、三，乱跳一跳。好，今天完全没有默契。好，总共有七个小矮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晚上的时候，七个小矮人回到家，他发现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怎么了？睡觉。白雪公主在睡觉，对不对？好，小矮人说：“公主。”你好美哦！好，结果七个小矮人站在床边，去把公主摇醒来，说：“公主，你醒醒啊！公主，你醒醒！公主有没有醒来？有。有。公主醒来之后，就告诉七个小矮人，她被猎人追杀。然后呢，小矮人喜不喜欢白雪公主？他好喜欢了，因为白雪公主很漂亮又很善良。有一天。谁又出现了？好，有一天呢，王后又出现了，魔镜。他说：“世界上谁是最美丽的女人？”魔镜回答：“谁啊？”白雪公主。白雪公主。好，可是呢，谁很生气？王后。到森林里面去把公主杀掉。